人都会有情绪，若不懂得适时的疏导，轻则败坏情志，重则没完没了，使人崩溃。烦躁、压抑、埋怨等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只有了解他们，才能管理他们、控制他们。名家论坛即将推出情绪管理，台湾著名教授曾仕强将与您一起辨认情绪、剖析情绪、管理情绪。在讨论情绪管理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而且很重要的理论，因为它是外国人所开发整理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用 ABC 来代表。 A 是什么？ A 就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环境所引发的事件。我们常常觉得环境是不停地在变，而且随时随地都有事情在发生。对每一件发生，我们不是说全部都有反应，不一定，但是我们会对某些事件有反应，对某些事件没有反应，就是因为 B 的关系。 B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我们的信念或者我们的感觉，甚至我们的观点。比如说各位看到这杯茶，你可能没有反应，你可能有反应，就是因为你对这杯茶那种信念不一样。各位都可以自己试，你哪一天坐在窗前，你往窗子外面去看，外面有很多人事地物，但是你让三个人坐在这里，让他描述他往外面看所看到的东西，结果是不一样的。有人会告诉你，我看到远远的地方有电线杆，电线上面有三只鸟停在上面，那你马上知道这种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有人会告诉你，哎呀，这个一大早车子就那么多，这个交通啊实在很要命，那你也大概知道他是干嘛的。还有一个人最妙的，他什么都没看到，他只看到那边有一个小姐长得可漂亮，你怎么知道？那么远你看得清楚吗？你也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对外界的环境，每一个人所注意的焦点是不一样的，这就代表你的性格，代表你的兴趣，还有代表你现在的身份地位、职业等等因素综合起来的一种表现。一个事件发生了，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地方，用他不同的观点，所以就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 C 就是我们常讲的情绪。一个人情绪的变化，我们已经讲过是相当主观的。当你看到这杯茶的时候，你可以想，我才不喝这杯茶，可以，这是你的反应。还有说，诶，这个茶是什么茶，我等等到回去研究研究。有人说，那为什么只有你桌上摆这杯茶，那我们怎么没有呢？他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因为你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你的情绪是不相同的。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人对一个事件他采取相同的立场，产生相同的观点，发生一样的情绪，大概不可能。我们用大概不可能就表示它是有可能的，就是当环境非常紧急、非常急迫，而大家有共同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非常一致性的情绪。中国话叫做同仇敌忾，当同仇敌忾的时候，大概没有什么个人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情绪反应，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各位，天底下是没有一定这两个字的，没有。当你说一定怎么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主观的。
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这是事实。一定这样，不太可能。可是我们经常都是有一定一定的想法，所以经常很痛苦，很苦恼，情绪不安定。 ABC 三个字大家放在脑海里面，从现在开始你要知道 B 才是关键。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反应自己反应，那只有 A 跟 C 嘛，那没有 B 嘛。当我碰到他的时候，我一定有什么反应，很多人是这种想法的，所以你就觉得我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它是自自然然就会发生的。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事件发生了，跟我们的情绪当中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我们的看法。事件你无法控制，可是你的看法你自己可以调整。就在我们的情绪跟环境的变化当中，我们多了一道控制器，那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信念调整好，我们就可以保持稳定的情绪。所以 B 它是个很重要的关键。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忽略了这一点，我们总认为我是很直接的去反映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提醒各位，从现在开始不要做直接的反应。你会发现很多人很喜欢显示自己很聪明，反应很快，所以有什么刺激来他马上就反应，结果呢都是吃大亏的。我们称它为鲁莽、莽撞，不经过大脑就乱讲就乱做。所以非常具体的一个情绪管理的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当任何刺激来的时候，我建议你先把嘴巴闭起来，因为我们的嘴巴是最闯祸的东西啊！一旦来了个刺激，你马上用嘴巴反应，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不好，很多人就会非常不喜欢你。聪明的人一个刺激过来，嘴巴闭起来，这个刺激自然会到脑海里面盘旋一下，然后你就找出你比较合理的信念，这个时候你才用嘴巴表达出来。中国话叫做谨言慎行，言行都是我们情绪的表现。你不经过大脑，就是没有经过 B 的控制，没有注意你信念的调整，那你就是把自己交给外界，让外界的环境来操弄你，那你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你就是环境的受害者。我们可以问一个很激烈的问题，哪一天你住的地方突然间爆炸了，你怎么办？像这种事情如果没有经过 B 的话呢，那你很自然就是惊慌失恐，然后盲目的逃生，最后呢大家就不是被炸死的，而是踩死的，你踩我，我踩你，你挤我，我挤我，结果通通很无辜伤亡了。如果我们养成习惯，突然间听到很巨大的爆炸声，你就告诉自己这个时候要冷静，先搞清楚是什么。如果是火烧，那你就判断你是在高处还是在低处，高处有高处的因应的方法，低处有低处逃生的方法，这个时候你再根据正确的方法，你摸索着出去，对你自己对大家都是都有可以帮助的。
那个 B 啊，经常不被注意。哎呀，不得了了，天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就是好像用本能来逃生。这个本能呢，在某些地方它是有用的，而对现代的环境几乎是没有用的。因为本能是什么？本能就是在原始的自然环境里面，它才会产生直接的反应。现在都是人为的，通通是人为的。一个人本能的时候，他会看到有窗子，他就往窗子外面跑，跳出去，这才是本能。那现在楼房这么高，你跳出去还没摔下来就吓死了呢。可见人为的环境我们不能依赖本能，我们必须要相当理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自己的信念，要调整我们的观点，而能够做到有备无防。人是观念的动物，这句话大家很熟悉。因为观念一改变，你的行为就改变，你的态度就不同，你的反应就不一样，因此你的情绪就得到相当的控制。我们不是说控制不好吗？这个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当我们说控制不好的时候，就告诉你，你是不能不控制的。我觉得各位要了解中国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用西方的话来表达，那说不能控制，那就是不能控制。因为他们比较是有绝对的倾向，而我们是相对的。如果说不能控制，就表示完全不能的话，那你就把这句话省略掉了嘛，那就没有控制这个东西存在了。你在合理的情况之下要有合理的控制，这样才叫做不要控制。我是常常感觉到很多人他读死书，他而且不了解中国文字的弹性，所以就产生很多无谓的争执。西方人说不要的时候，他就是不要；中国人说不要的时候，他是有要的成分在里面，而且随时可以要。啊，这一点是西方人很难够理解的事情。人这个观念一改变，你的态度就改了，你的信念就不同了，你的情绪就不一样。比如说，你今天出去的时候碰到下雨，你就很不高兴。为什么这个时候下雨呢？然后你就赶快想一想，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下雨呢？因为有很多人渴望着下雨，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我就反对他下雨。你看这么一来，你整个看法就不一样，你的情绪整个就冷静下来了。我想这一点其实我们中国人讲得非常清楚，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就是不能退，每个人都不能退的时候，那就僵在那里。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总认为唯我独尊，以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很合适。但是要看你自己是怎么个看法。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所有的事件我们都无法控制的。今天世界这么大，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息息相关。各位有没有发现，以前世界同样这么大，但是我们可以不管它们，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外面事情我就不管。现在为什么不行？因为交通发达，因为资讯的交流快速，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出现了，叫做牵一发动全身。这样各位才知道，21世纪中华文化
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因为只有我们才做得到，其他民族都做不到。其他民族他对就对，错就错，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他没有包容心，他没有包容心。只有我们中文度量最大，这样好吗？这样不好的，不过也没有关系，改天再说，大家好商量。听起来很气人，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最有修养的人。西方人认为一个人长大以后，他的所言所行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的环境所造成的，这点我们也承认，我们把它叫做情绪负债，把它叫做情绪债务，我们承认。但是你不能负债一辈子，你有债务你可以还呢。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当然现在慢慢都在朝我们这个方向来走，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超之在我。我想儒家这个观念呢是最重要的，不要老靠别人，别人是不可靠的，求人不如求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弄得很清楚，如果环境可以决定我们的一切，而环境又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人就完了，人就没有自主性，那就完全只好听环境的摆布。那你努力有什么用？你有理想又怎么样？不对，我们可以倒过来，我们可以不是控制环境，不是改变环境，而是调整我们的心态。我顺便说一下，当有一天灾难到达的时候，我是劝你不要惊慌失措，不要非逃命不可。有时候在那个时候死了，还比不死更好。我是不是故意跟大家讲这种话？我是研究很久很久，每一个人会替自己选择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而不是说偶然的，不是。情绪看起来随着外面的事物而改变，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才有救，否则我们就没有救了。因为观念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整的，我们必须要再说得很清楚，情绪是什么？情绪就是我们的观点对外界的事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而我们的观点是操控在我们自己。当我看到一个人我觉得很生气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生气干嘛？说不定他已经改变了，他以前对我不好，现在说不定对我很好。就这一念之差，你的情绪就不一样，而这一念之差你是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情绪可以管理，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观念我们是很方便去调整、去改变、去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初步有一个结论，你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时时刻刻调整你的观念，就这么简单。不要寄望别人，不要抱怨老天，不要希望外面环境会改变，不要。老讲人呢是很奇怪的，你会发现很多人排队要上车，对不对？你仔细去看好了，他一上车第一句话就说：“人怎么这么多？怎么这么挤？”笑话，就是你上来才挤的，你不上来我们松松的嘛。你闯了祸，你还讲什么？人是很愚昧的，但是我们就是很难把实在话表达出来。你敢不敢一个人挤上来说怎么那么挤？你说你下去就不挤了，你敢不敢这样讲？那就打架嘛。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诚实很正直，其实我告诉你，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我们想是这么想，但是做出来我们都打折扣的，没有办法。我们情绪是靠自己来约束，所以叫做自律，叫做自律。律就是约束自己。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约束自己。那你会问，为什么要约束自己？一句话就讲完了，因为我们跟其他的人互动，共同生活，所以我们不可能绝对自由，不可能。我们只能拥有相对的自由，否则的话天下大乱。有一个人坐火车，然后上去以后发现那个位置上，他的位置上有别人的东西在那里，他就问这是谁的东西，那个人就说是我的，那我的位置你怎么可以放东西？他说我有放东西的自由吧，对不对？我有放东西的自由吧。那个人好，你有放东西自由，他就把车门打开，然后把东西丢出去，我有丢出去的自由。那谁没有自由啊？千万千万记住，我们不要对自由有误解，好像我什么都可以做就叫自由，错了。自由就是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才有自由，超过这个范围我就没有自由。自由它是要受到规范的，很多人很误解，好像自由就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大错特错啊！今天年轻人有一句话最高的就是我喜欢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那是无法无天嘛，那哪里是自由？我们合乎逻辑的，还有一些不合乎逻辑的，你自己要搞清楚。我的东西我可以处理它，别人东西我不能处理它。但是我们要晓得，小孩子他是没有你的我的的观念，他没有。所以有的小孩碰到这样的父母是很可怜的，他一拿的东西就说你偷东西，因为他小孩没有偷这个观念，他没有。他只是拿东西，我让你偷东西，因为他没有这是所有权你的，所有权我，他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做父母的不要马上说你怎么偷人家东西，这是坏习惯，怎么讲一大堆，他就有一大堆情感上的负债，情绪上的债务。我们要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他要的，你也可以要，但是不能够要他的。你慢慢要教他所有权的概念，他就懂了。不能一下就栽赃，说你是贼，不可以。我们有很多非理性的，我们有很多理性的，我们也把它分清楚。一个人所谓修养，就是把你不逻辑、不合逻辑的，把它转成合逻辑的；把你一些非理性的，把它转成理性的，这样就叫修养。观念可以让你的情绪改变，这个大家可以去试，经由你自己的实践，你才会相信。你相信以后，你就很快的走上这条情绪管理的有效的途径。A 的事件会导致 C 的结果，这种说法只有部分正确，这个就叫做环境决定论。你看我们经常都是环境决定论，哎，你为什么生气？他这种行为我当然生气，你看他的行为引起你的生气，太单纯。同样的行为你可能生气也可能不生气，这才是事实。我问你啊，你的部属骂你，你当然生气，可是你的长官骂你的时候，你会生气吗？会生气才怪，会生气。那为什么他骂你你就受了，他骂你你就受不了，就是你的关系嘛。你又发现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经常跟人家吵架，就是因为你看不起他，你基本上看不起他。你卖东西的你什么了不起，你要赚我的钱嘛，你这么不客气，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劝人家说，看到大官你要小看他，看小人物你要大看他，你情绪就很平稳。你看到大官你就怕，然后你有话不敢讲，他就欺负你。你看到小人物你就看不起他，他被你激怒了他就给你难堪，你都吃亏了。见大官要小看他，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一个鼻子两个眼睛，我有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老蒋，当你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你也认定他有相当了不起的，那就好了吗？那就度，那个度就拿捏住了。当你看到一个卖车票的，你一定要想啊，我今天惹火他，他不卖给我，我惨了。那你会不会对他客气一点？那就好了吗？人只能控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东西。没有人会因为你而改变，这句话很重要。只有你自己会配合你自己而改变。所以我们慢慢就要找到一条路，就是说我们要把理性跟非理性，你会发现我们没有用不理性，我们用不字还没有，我们只用非理性。因为非可能变是，可能变理性，非理性在某种情况之下它会变理性，它会变理性，它没有办法一刀两断，把它分得很清楚，没有办法。那这一点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在西方社会可以分得很清楚，在中国社会我可以保证经常是分不清楚的，分不清楚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很糟糕，就是他用西方的那种一分为二那种一刀切的那种标准要来看我们中国人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西方人说可以就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不行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行。中国人不是这样，说可以就包括有些人不可以，说不可以就包括有些人可以，那你就很愉快了嘛。这是西方人非常痛恨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社会我保证你，我们是无法改的，无法改，因为我们有伦理嘛，我们有伦理啊。西方人管你多少岁，一看你可以享受这个权利你就可以享受，不能就是不能。我们没有，我们那个弹性相当的大。这一点呢，我是请各位要特别留意的啊，不要说特权特权，不要这样想。你换一个名词，就是对他礼遇，那就不是特权。礼遇跟特权看起来一模一样，但事实上不一样啊，就是给他一些特别的一些尊重。跟享受特权，这是两码事。西方是一码事，我们是两码事。那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观念，而不是完全看环境对我们直接直来直往，那样情绪一定不好的。好，我们在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就是从现在开始，任何事情发生，先动动脑筋。我要怎么去反应，你的情绪就会平稳得多。谢谢大家。